二十七点血，我靠，176，我靠，一点血，连环杀人狮驼再现江湖。阿轩再次上演连环杀人狮驼，经典名场面再现，奈何刀砍卷刃了也破不了防。事情起因就是阿轩小弟狮驼里更新装备后自信满满，向大哥方寸山发出挑战。阿轩先切耐属性，在擂台一战3600的防御，是要让小弟臣服。嗯，可以的。我操，帅是帅了，他这个帅是帅了，这斧子一拿着真的帅啊！造型还是给满分的，真的。嗯，变身啊，可以的呀，变身是可以的呀。光辉之甲上一个啊，光辉之甲顶一个，连我吧兄弟，来吧我的哥，来看看你炸不炸。我靠，27点血，我靠，176，我靠，一点血，连环杀人狮驼再现江湖。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兄弟，我前面连的时候你说我非常拉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切错了是吧。然后我应该是一个缩地尺是吧，啊，应该我一个缩地尺啊，袖上绑的是吧，大哥是天元第一方寸是吧。可以的。然后我就一个送历史，然后你就死了啊！经典回顾一下，你提提神，老铁怎么说？再来重温一下经典场面，让兄弟们提提神。这有这么硬吗？这我修的都是满的呀，这不可能啊！这种情况讲道理不可能会出现吗？这我有点慌张，我先撤啊。不可能啊，这样。